其实我觉得这个代言对我来讲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表演完呢，全身上下都会酸痛，然后很不舒服，那会希望随时需要的时候会有人可以做全身的按摩。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很晚的时候找不到按摩师啊，或者是有些时候预约不到，那我觉得按摩椅一个有一个这样非常棒的按摩椅放在家里就非常的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这次很开心可以跟乔山顶级按摩椅我们做一个合作，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在家里可以放一张这个按摩椅，然后就可以一回到家就坐在上面。我真的觉得保养身体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你找到一个自己觉得最舒服然后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是最重要的。通常没有工作的时候我最多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放空或者是做我最近很喜欢的设计。其实我还蛮希望可以送一台按摩椅给妈妈，对，那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个总经理也说了，其实这个顶级的这个按摩椅它的销售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快一点排到预购的那个。对，我们每天跟妈妈都会通电话，所以妈妈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支柱，那我觉得大家不管在任何地方真的不要忘记每天都要打通电话给家人，尤其是妈妈，跟她说你很好，然后也跟她说爱她。对，燕姿是不是有啦？对啊，对啊，我跟今天我们还那个很开心的一直那个通电话，然后替她开心，那我觉得她很棒，非常棒。说什么啊？就开心啊，然后就是我们会有机会会见面。对，她说是男生或女生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恭喜她，真的恭喜她。张妈妈，我觉得我们陪在她身边，她就很开心了。那她喜欢就是去一些她喜欢的地方，就是陪着她安安静静的聊天，她就很开心。对，那么因为很多有那个一些大牌的那个天后跟天王都有带按摩椅，那会不会怕被拿来做比较？不会的，当然不会。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椅子按摩椅。那我觉得乔山顶级按摩椅，我相信所有有做过这个按摩椅的，他一定会爱上。